们现在呢又来到了六福庄，超热闹的哦。好，现在还有朋友，还有我们亲友。好，我看一下126126126，请小姐姐126。我们现在是长颈鹿馆，好忙碌哦。哦，然后可以跟大家注意一下哈、哦，哎，看一下看一下，来来，你们记得哈、哦，要记得哦，自己要带饮料、带泡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泡面一碗要100块，我们看到100块哈、哦，要注意了，注意了，一碗100块要注意了哈、哦。所以呢，记得自己带。好，我今天住的是绿地刚果绿地126126哈，126房间。好，房卡来，房卡房来来，开开开。房卡在这里。房卡来，你负责擦一下。房卡在这里。里面有你啊。来这间我们。嘿。我今天住绿地，然后像我妹妹的话，我妹妹今天住的是那个肯雅蓝天，那好多这种是他们，我们住这平的，啊，我们今天住的是那个绿地，好，绿地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介绍一下，好，我们这间是一大两小床的肯雅，不刚果绿地，刚果绿地是一大两小床的刚果绿地哦，外语如人次。刚才的排 check in 的队伍非常的多人，因为今天也是客满的。那可以看到他非常贴心，这边是啊，方便我们今天晚上吃泡面的意思就对了啦。哦，大家哈、哦、来这边天气冷嘛，其实不是饿，有时候就想要来点热汤，喝点热汤这样子啊，所以这个桌子是非常适合哦，来这边吃泡面，来这边聊天、喝咖啡、聊是非、看动物的地方有一个桌子哈、哦，这样子长长的非常适合大家。好、哦，那你可以看我们这边的话的角度呢，哦，可以看我这个角度。我这一间呢，表示呢，长颈鹿不会来舔舌头的啦，哈，不会来舔窗户啦，不会用窗户，不会来这边舔，因为呢，它不能靠近这边，前面有一个栏杆，哈、哦，可是可以看到它会在这边吃东西，我看前面这个是高高的，它吃东西的地方就在这边吃东西，哈，高高的就是长颈鹿会吃东西哦，吃草的地方就在这边，好、哦，看到前面有个吃草的地方在这里，好，我的角度，长颈鹿会在我面前吃草给我看，你们看到前面左手边斑马在前面，前马没有斑马有没有看？哦，斑马在那边有一只是站的，哦，在吃草。那一只是，那只长斑马 baby 耶，好小只哦。中间现在画面中间是斑马的部分。那可以看到这边的话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连那个电灯是用斑马的样子，斑马的造型，然后里面都还有一个财位，就是动物哦。这边有一个大象，然后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呢，有准备的是咖啡包。我看到咖啡包哦，关西的那仙草茶，那一定要喝一下。来这边呢，它比较用它特色的，它跟一般人不一样，是一般是咖啡茶包，它用的是仙草茶，因为来这边关西就是要喝仙草茶。好、哦，来这边看，好，这边的话下面呢一样有准备的那个瓶装水，有4瓶的瓶装水，冰箱的话不用担心，好、哦，有冰箱可以让你买饮料来冰，好、哦，这边有、哦、OK， 有冰箱是可以的，记得自己买哦，外面的更是应该晚上会被给那个被贵到，就对，贵很多了，刚刚看到贩卖机的先讲好、哦、然后呢？再来呢，这边的话，Uber Eat 也没有，听说好像是 Foodpanda 吧，就只有一家有，另外一家也没有，而且要早一点，因为这边也很早就睡觉了。然后店主这个可以煮泡面的这个壶也 OK 哈、哦，这个电子的壶也有。然后这边是有电视哈、哦，这个床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床是加大的，一大床加大的，然后加这边两小床。然后我们看到厕所的话呢，好，这边有个那个开放式衣橱，开放式衣橱，我们今天家族很热闹，我们开两间哈。还有朋友今天好多，还有团友都来了，还有朋友也来了。我的干女儿今天也有开一间啊，这个最值得推荐是欧莱德，我个人很喜欢的这个，来看一下他们家的这个哈、哦，这个是沐浴乳，那洗发精哈、哦，这个是欧莱德的、哦，非常贵，我自己在家里也是洗这个的哈、哦，这个一瓶呢、啊，那家里这样一瓶都是1000多块，欧莱德，因为它纯天然的，像我在家里是洗那咖啡因的欧莱德的、哦，进口的。好像是真的是听说，我觉得我自己不晓得，我洗也不错，但是人家说是天然的，我自己其实一直洗下也觉得感觉蛮好的。然后呢，大家问说备品的部分呢，就是毛巾、大毛、小毛这些都有，然后吹风机也是分离式的，也都有。OK， 就插在妈妈注意到没有什么，没有牙膏、牙刷、刮胡刀，没有，但是他会给你一个，如果你都不需要这些的话呢，他就给你一张150的折价券，可以折抵499以上的话，可以折抵餐饮或是买他玩偶啊那些。但是要花费到499以上，等于500块以上会折150，可以拿来抵扣这样子。那它这边的话是上厕所，这边是淋浴，那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厕所的部分。淋浴的空间是这样子，好，是这样，是有门的，是有门的。好，等于一间淋浴，然后这边还有一间也是淋浴，两间淋浴，所以有时候同时可以两个人。只是说很麻烦的是，为什么人家不好意思？因为呢，如果呢穿衣服呢怎么穿是有点尴尬，没有错啦，因为。它里面其实有点麻烦，是因为它只有这个挂衣服的地方是在这里，这个挂衣服，所以像我比较建议你们是自己拿个袋子有没有，把衣服放在里面，吊在里面，
好，衣服把它吊着，用这个把它吊起来，拿袋子把它吊起来，不然呢你还要走出来。喂，为什么不能同时两个？来，这个有个拉链，它变得拉下来，你变得，如果衣服要放外面，这边放外面 OK 对不对？可是你这个拉链要拉下来，就不能同时两个人洗澡了。好啊，你要同两个洗澡，拉链拉下来的时候，你又不能同时两个出来，那你就要放个袋子在里面，好，放上那个衣服挂在那边，放个袋子挂在这边，以免你衣服被喷湿了。好，把你的不要的啊，要洗的臭衣服，把它放在这个里面袋子里面挂起来。然后这边厕所的话，在这边厕所的话就在这边，一个厕所一个厕所在这边哈 ，OK， 好。这是介绍完毕了，看一下它空间大小，它房间来讲其实还蛮宽敞的，蛮宽敞的，所以变成是，如果说有人带生三个的话也没关系，因为中间这个床是加大的，好，中间床加大，那这个是两个加大的床，它其实是可以把它并在一起，因为可以自己推，它可以自己推并在一起是还 OK， 好，加大的床，超级加大的床，超级加大的床给大家看一下，然后在这边放行李架，行李架的地方，好，一整排的行李架。所以其实它里面的空间是很大的，你看，哇，他们坐在那边，我爸妈坐在那边，我坐在那边刚刚好，可以今天晚上有没有吃东西啊？有人到爱喝啤酒的，爱喝酒的在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桌子，也非常的方便哦。介绍给你们哦，你们一直很多人说到底它长什么样的房间呢？这就是所谓的最受欢迎的绿地，好、哦，刚果绿地最受欢迎的第一名，刚果绿地的房间第一名哦，好、哦，是这边刚好面对前面，所谓绿地的话就是面对前面。面对前面，那刚果就是像这样子，刚果就叫两大床，啊，肯雅就是三大床，啊，所谓的绿地，好、哦，有绿地就是面对前面，面对前面这样子，第一排刚好看动物，看出去看动物这样子。那如果是面对后面叫蓝天，蓝天就面后面，好、哦，看的动物就比较少。我们看我前面还有一整排的白色，那就是红鹤，好、哦，红鹤白色一整排的，一整排的、哦、，OK， 介绍给你们喽。